欢迎大家莅临我们金融场，待会我们的梅阳秀在两点半会准时开演。那开演之前的话，这边有几点要请大家来跟我们做一下配合，请大家来哈、仔细听一下喽。再来，我们工作人员都出来了，草坡那边没有问题了哈，我们慢慢再移动位置喽。草坡那边的朋友们，我们可能要加快脚步喽，包括我们樱花树后面的嘉宾朋友，那边都不能站人了，退到我们白色的棉线后面。好，这里再来就是我们座位区还有摇滚区，这里嘉宾朋友很重要哦。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威力，五个木门待会表演就会全速关起来，如果还有在移动找位置的话，我们加快脚步一下了。好，最重要的是现在很多有没有来站在步道上面，有没有大家看得到所有的步道哈、大家看得到所有的步道哈、好，来，大家看一下哦，大家看到所有的步道，从我们这个门下来，走到后面这个大圈的，还有我们中间这个小的，注意一下哦，小心，还有小步前面阶梯前面哦，阶梯前面的嘉宾朋友们注意一下，我们尽量往后面，而且步道上面待会千万不要站着我们的小朋友或大朋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群可爱的羊妹妹会不会？各位朋友大家好，现在没开始，可是我有现在预备的工作，你可以看一下怎么用牧羊犬推羊到上面去了，这个时间我们还没开始，谢谢。踢那里的，怎么了？你先讲。Sorry。别表情。各位，这个牧羊犬要推羊到上面去了。这个狗是你新来的叫 Hunter， 这个他的工作就是教，他的教是会推羊到上面。别表情。我有妹妹怎么办？